不是啊，我要重新习惯啊，我要先知道我要怎么，我要怎么把东西放在这样吗？这样子。哦。哦。不懂。阿丹呢？完了，我是上不去了。哇！哇！哎，他上不去了啦！赞你啊！捡东西，捡东西，捡东西！打开包包，复活附近的冒险者、欸。钱总是往后喷啊！安全啦、啊、往上射就好。请问我一开始是怎么过的？哎，不是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跳跃键跟类比的射箭都是在右边，所以也不是说带盖喝油。啊，这是啥？好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暗茫茫茫茫，寒色徽章。只是现在打开包包会有点麻烦，使你的剑弹射三次。哦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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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以前的半杖。哎呦！这是什么？火刀、弩车，我应该玩弩车吧？还是啥？殉难祝福，弩车，发射更强大的箭矢。哎呦，漩涡炸弹！有皮鞭啊，哦，不是皮鞭，装饰品，皮绳上固定而发的诺力。哎，不行，那我要这个。嘿，小黑，小黑，小，嘿，小黑，小黑，哎。改按键吗？可是空白就是跳啊，这样反而会很难按。没关系啊，哦，
那个好像跟剑石也有关系的，这个啥？这啥？远程武器可放置在祭坛上升级，会破坏祭坛。吼！我喜欢这个云炫宝珠。神功，哇！还好他们去帮我测试了，不然我会死在里面。精灵面包，我每次捡东西都按错。泰坦之心。来猜猜看，我这次那个大帝王蟹会不会过吧？分裂剑石吗？呸！反弹祝福、充能祝福、极乐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带这个了？我就可以不用带那个了。反弹三次，好，这样就好。哎，怎么又多一个人？啊，这不是死光了？这么实用啊！他说可以增加啊，不是吗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不祭坛吗？他上下左右不能微调。上欸啊，白痴，那看一下，这怎么用？哎，这怎么用？这样用吗？等我一下哦。安妮，安妮，不是，安妮。哦，是。六六六。啊，刚装这个嘛。
这次总该过了吧？看一下这什么效果。开战前喝这一罐吧。回复增加5点生命，暂时获得5近战伤害。走喽。没人陪我打。总不一样。白痴哦，我总不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咦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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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这样子啦，没有技能啦。等一下、喔，那吃东西真的是不太好吃啊！攻击，我怎么被吸住了？嘿，是要谁？这太难了啦！好像可以耶，等一下、喔，这位置是不是？过啦！要干嘛？是要打掉？哦，哦，哦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失望了，我过了。这是什么？对敌人造成首次伤害，我冲弹啊！等一下、喔，先吃东西，吃饱再说。这个应该也不是吃的。你干嘛？哦，他会捡装备，可是我要怎么进去啊？算了，我不进去了。那进去一定死啊！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哇！差点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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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哦，你去死！弹弓，炸弹弹弓。我死了，游戏结束。其实这款没有到很好玩，
他这解锁只是解锁衣服哦，不会解锁角色哦。术士帽。哎呦！增加一远程伤害，增加50点剑速，增加10%远程速度，减少2近战伤害。好啦，射箭喽！还有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巧克力吗？真的要看巧克力的话，要这样子哎、欸。头发也没有绑后哦，这个啦，然后发色，没有咖啡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棕色，好，巧克力来了，哈哈哈哈。干他们幸灾乐祸，你们给我买来玩，难玩死了哎、欸！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拍死呀！浮空眼，哎呦！哎呦！向周围发射魔法弹。生存宝珠。哈利路亚！哦哦哦哦，这个应该是我要的，我拿我拿我拿。哦，看一下哈，3秒内增加攻速。这个好了。5%继续造成2倍伤害。他都没发现，抓到他没看聊天室，什么聊天室？哎，回你们回一回，我都快死了啦！哎，真的要死了啦！死了。换游戏，总有人了。这啥？终于完成了。我敲打了一番，似乎可以用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在我走回沙漠之前，我需要坐下来歇一会。啊，他来干嘛的？这干嘛的？腐蚀水晶。按下以查看。这个吗？日志吗？杂项，腐蚀水晶，激活腐蚀水晶将导致洞窟入锁钉，这将阻止其他冒险者尾随进入洞里面发生混乱。然后你在洞里面已经，然而在你进入洞窟之前，里面可能也已经有冒险者。哈？
恶魔符文，偷取十点生命弹。哦。眼前到底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很吵而已，压力很大。心。怎么又要死啦？去吗？哇！哇！等一下，谁敲我？谁在赖我？从后台控制那个门那里。等一下哦。问他，我要问人说，那个就是玩游戏玩到一半要改标题怎么改？哇，上去是不是不太好？啊！啊，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近战法师哦，干嘛？法师在干嘛？快死了耶！纳迪安安，这是啥？这是什么？不要闹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！狂怒，致命！按，没事。我没有钱，我没那么多钱，糟糕！你知道我穷。
没用。再等我一下哦，又赖我了。哎、欸，我在砍东西。啊，死去！我们换游戏，一个小时了，这游戏怎么难玩？小蛋鸡嘞，我看一下哦。创作者工作坊里面有个广告创意，创作者工作坊里面有个广告创意。哦，我同意。直播组控制面板。啊、哦，原来在这里哟、哦！感谢你，各位，我会在游戏中，我把开台中换标题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进度最常使用职业。最喜欢的武器，最喜欢的祝福，我都乱拿哎、欸。返回，我要换回来了。我觉得弓箭手还好。哦，不要，不要来。